你来这无讲道理啊！你硬要找麻烦就对啦！你哪个怕我救人啊？今日都要跟我订婚啊！你是不平心心？三番两次找机会，想要接近伊，你就是想要破坏我的子女幸福就对啊！你六杂私心嘛？这输个系列嘞，永远无得还心用心太注意啊！是要做好子女幸福？现在连万党诶嘛徛在我这边啊，所以你是永远赢不过我诶。你有听好清楚吧？你搞对正义较尊重诶，因为伊诶心有诶想法，无任何人会来影响到伊，骨卡毋是我，嘛毋是你。这句话我送转去互你，即摆正义选择诶人是我，所以我可靠你，较有风度诶。每个自作多情，想康想康想要接近静玉，那么我看你是干，我拍你是干。王先生，哎，先生，王先生，你敢袂歹特别做代志拢这样傲慢呐？有啥物话好好讲，较袂用诶？我只是在保护咱的感情，你啥时候要替伊讲话？我拜托你较清醒好不？伊只是你的情人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夫。我即摆比任何时阵更坚持。我跟你讲哦，罗家峰等于是我的情人同款。假使讲以后你还要继续对伊安尼这么无礼貌，我就要插你啊！你有要紧吗？有倒位受伤无？我无代志啦。多谢你把我当作情人款待。莫安尼讲啊，这样不是。你在病院啊？病院哪安尼暗飕飕，想要讲话啦？紧把电话拍开好无？静玉，这是病院。我来去找医生。老婆，法律师讲今晚安排到一间 VIP 病房，那给你去看医啊。所以不是电话无开，是我目睭看无神。你哪拢唔讲话啊？搞我赢啊，赢我！是不是？是不是我弄一个目睭看无啊？我痴迷啊，是不是？啊！讲讲啊，妈！金玉，今物什么情形啊？什么邪名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哥，罗家宝，我唔知啊，我就醒了，我什么拢看无，我即摆眼前都是乌的。
今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真足恐怖的，有一种足恐怖的气味，我今麦皮肤特别紧张，恁带我走好不？我陪你回家，陪你回家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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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别激动哦，先去叫医生啊，等医生检查再佫讲。我是，这是真实的吼，是啊，金玉。你今麦目睭看无？啊，你安尼雄雄公公，那是弄丢、哭丢，是要安怎？你乖啦，等医生来，吼。我，啊！请你先出去，今后我会顾好，免你灰心。啊！金玉今麦需要我，伊甲你离婚以后，都甲你无替代啊。今日若是出现在结婚的附近，阮真叫。甲伊出一场意外，我都还袂找你算一条死啊！你阁想要走来乱，请你较自觉的，莫逼我甲你豁出去。医生来啊！你伫遐创啥？王小姐，阮今晚要做检查，请配合一下。恁大家先出去外口等。班长，唔管恁怎挑故意，组长才去禁欲，等检查报告出来，我以。真个意外，该带转去阮原本住个所在收容。报告恁啊，真要上班爱待二几天，好好观察一下身体状况个。就算出院，也是才转去照顾。真要即马住个阮家呢，当然是爱建议惯习啊，搁熟悉个所在，哪有可能对恁转去啦？所以即马是要违背真个意思。今后即马真事无稳定，我是伊的爸爸，我代替伊做出有啥问题？总袂伊即马想要创啥都随在伊，我总是爱替伊看头顾尾，帮伊做一个上好安排啊！金玉毋是囡仔，你袂当对伊这么阿爸。陈文雅，你莫搞乱啦！你甲金玉根本都无血缘关系，你是凭啥物代替伊讲话啊？班长。你嘛只不过是金玉客人尔。班长处长，阮尊重你是金玉的客人，啊，不过并不代表阮认同你控制伊的一切。你讲我无资格当关心你，啊，不过至少阮两个人是捌受过法律保障的翁仔某，你甲金玉只是万一的结亲的异性尔，抓头无名，抓尾无名，你就甲金玉当作是你的私人财产。今晚要跟谁交配？要去对？要创啥？什么代志管甲到？敢会想袂奇怪啊？刘家凤，你这是对金玉有不良企图啦！你是凭什么支持阮爸啊？阮爸是真心关心金玉，你莫踮遐质疑阮爸对伊的用心。金玉无希望要做伊代志，就算讲是亲生的爸爸，也袂当用爱的理由逼伊做啥物代志，这叫尊重。所以，万当处长，你唔同意，你只是伊的客辈尔，你无任何资格当限制伊的人身自由。静瑶，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难道？就凭你讲这句话，我更加无可能把金玉交予你。你对金玉的执念已经让你精神错乱了。金玉哪有可能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？我无精神错乱，金玉伊确实就是我素媛，失散30几年的亲生查某囝，慢性病。这是我甲静玉做诶，亲子鉴定结果，伊就是阮万家子孙。安怎？即马我敢有资格替伊决定代志？谁人先先看起来，真了点到？敢讲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？
我记得我听丹龙神讲过，伊收养静月过程，伊讲当年伊有收一位发生车祸、存一口气查某的教头，嫁给当年还是阿爷静月跑走七大汉的。啊，不过丹龙神嘛有讲，伊离开的时阵，迄个查某已经过身啊。卡住静月，真正是万当。阿哥忽然亲生查某囝，谁那忽然即马，佮好起来只？迄当阵，我出车祸受重伤，我根本甚物拢袂记得，这都暗梦长远啊！我们也知影陈良生是安怎要安尼讲，凡事是意味着要暗藏甚物代志嘛，无一定啊。毕竟车祸的过程也无人看到，我甚至怀疑这场车祸有可能是去造成的。话题也话袂听的啦。所以，我到底是不是已经死过一次？我挂到病院的时阵，底下司机阿中拢还阁有喘气，只是受重伤尔。话题哦。这根本就无死啦，陈良生可能是因为无以下地势，才把胡美丽当作是死亡啦。你怎知影金玉是你亲生查某囝？你想不想问我？你伫惊啥？还是你捌对金玉做过天理不容的代志？你伤害过伊，因为你惊伊发现真相。你不敢承认，我想要弥补怎样？修补父女的感情都袂赴啊！我们哪有可能会伤害伊？会选择暂时隐瞒，是因为顾虑到我的大汉查某囝。我无希望伊因为嫁一个小妹，就心内感觉无爽快。所以我甲苏万参详，决定今一个更加好的时机，才讲出这事实。拄则恁指示我，无迄个资格替静玉决定代志，我毋才会讲出。等静玉检查了，我会老实甲讲。你是毋知影，静玉是万条万的查某囝，所以拄则万条万甲事实讲出来。这并无甚物反应。爸之前确实是有甲我讲过，阿姆哥，即摆讲这是要创啥？不管怎样生啥，拢袂影响到我对伊的感情。无怪啦，无怪万条万要逼咱甲了蒙子退婚，硬要甲静玉嫁乎你。原来静玉哦，真正是万条万的亲生查某囝，所以。你早就甲伊串通，是你拜托伊来咱家瞧的对无？安尼毋是多好，总比你爱我，娶迄个你硬要煞我了，蒙子较好啊！你即摆是怪我，我是替你来设想的。你明明知影这件代志会影响到咱第一步家的布局，你哪无事先甲我讲？你对静玉一直拢真有意见。就算讲我较早甲你讲会安怎，你敢袂晓受伊？你莫啥物代志拢撒好我啦！我感觉你心内吼绝对有别个设想啦，是毋是？你想要将啊金玉这张王牌对家己要一个保险，万不你有一天你真正身世不康的时阵，你还阁有办法这条退路通？这拢是你家己想的。我自一开始就介意静玉，唔是因为伊家世背景。而且，你卖用你的势力眼去看待任何的代志，唔是每一个人都该同款，见敖得算盘。